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为炒蜆。首先包装打开了，里面有蜆、蒜碎、葱花。自备的调味料有沙拉油两大匙、酱油一大匙、糖一小匙、水50cc。首先我们锅中先加两大匙沙拉油，爆香蒜碎，等香气出来之后放入蜆，略微拌炒之后加入水 50cc、 酱油一大匙、糖一小匙，炒至蜆开盖，放入葱花，拌炒均匀即可起锅。我们炒蜆完成，